今天给大家试玩一下这个13机兵防卫圈。这边试玩用的设备是国产垃圾掌机啊，机器是去年免费拿到的这个英特尔1165的版本。这个机器真的是免费的啊，而且是现货，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的那种免费啊。很多买不到这个 Steam Deck 的小伙伴老是喜欢在我评论区留言啊，说这个 Steam Deck 便宜。这款掌机真的是我去年4月份在京东买的到货，而且是免费的一款掌机。试玩来说没什么问题，唯一缺点就是可能现在还没有英文版的这个文件，要等一下这个中文版啊。毕竟这个游戏基本上是个文字游戏，人物部分有小部分闪烁，但几乎很轻微啊，大概只有一两帧的闪烁，可能是一个显卡驱动的问题。这边用优化系统续航的话，没有刻意优化是3.5小时，就是用那个最高性能档，如果优化一下应该可以跑一个4到5小时，应该是没问题的。毕竟这个游戏就是个纸片人加卡通渲染啊，应该是不怎么费电的。虽然是个炒冷饭游戏，但是玩起来感觉还是蛮棒的。后面就是个正常试玩，如果有需要刷系统可以加群咨询，也可以加群讨论。如果有 Steam Deck 的小伙伴加群也没问题啊，我们是不饭圈掌机群，国产掌机所有掌机都在这里集结，不骂人讨论都没问题啊。我们期待下期再见。忘れてもらおうか。芝君。